Dear Diary, I want to say 来到第二天的奥地利，即是我们现在在 Vienna， 我们现在就准备去的美泉宫。我身后这个就是 Palace 啊，即我们现在准备呢就去走走。我们现在入了里面，整个环境就是这样啦。我这里很阔落，我想说超级阔落，人都不算太多的。行紧去呢度，我们现在行紧上去啦，但我见到一定的车道，即我们两位勇士，我和 Iris 又是着高踭鞋，我们又万里长征了。大家都有 challenge 咁上去斜坡，我同 Iris 着住高踭鞋啦。Carmen 咧条裙系唔可以张开得太厉害，佢要碎步咁行咯。你而家睇过，因为一行大步会棘住咗。你睇下呢个先，标温度嘅 challenge， 之后标系温度嘅 challenge， 佢咧唔热唔着外套。但今天天氣真的很好啊，天勁藍咯，即本身因為會落雨啦，好彩，所以我覺得自己今次的旅程都算幾幸運。好攰啊！你個碎步咧？碎步緊啦，知啦。終點，再望啦！啊，好靚啊！我哋終於行到上嚟啦！咦，好靚啊！好熱啊！好熱啊！喺度晒太阳，哇，好超咯，海好冇？呀，之后咧上到嚟望落去嘅景真系好靓，即系行上嚟咁攰都值得咯。即系后面啲都好靓咯，系咯，可以望到啱啱我哋个 drop palace 啊，同埋其他景咯。你解釋一下，試下第一番風味嘛。咁樣食係第一番風味。你唔明噶啦。哦，維也納第一番風味喺 fresh。咁我咧咁樣食咗另一個食法嘅，嗱首先咧跌咗喺平平地嗱咁樣，咁即係又可以揀你想要幾攬。係個係啦，咁係啦，包好咗啦係咪？咁就幾好。咁樣食又得，或者係印度薄餅，係啊，似北京甜鴨啲，似北京。唔好局限自己嘅食法。嗰樣有抗議嘅食法。冇錯，針勾落只膊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喺布達佩斯見啦，拜拜。